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抗日战场上的真实影像，视频经过上色处理，带你回到那段艰难而又激情澎湃的岁月。1944年，我军对盘踞在腾冲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攻。腾冲是滇缅大道上重要的一环，能否收复腾冲，对于中国的抗战意义十分重大。我军士兵英勇无畏，最终获得了胜利，还缴获了日军的军旗，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。军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你可以看到收复后的城市已经是一片废墟。